很多朋友说我们那麻辣排骨香肠太好吃了，但是能不能只要中间这的排骨，它不要脆骨，不要软边，也不要其他肉呢？朋友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不可能啊！我们的排骨香肠啊，是用真正的新鲜排骨做的，里面没得上头这的龙骨，它有下面的脆骨，看没有？连根肉、软边这些，上头的那个里脊肉啊的，它都要带到上头的。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，除排骨上面的肉以外，不会添加任何其他的肉在里头，也没得啥子外国肉啊，哈，啥子姜丝肉啊、温猪啊那些，这个是能保证的。这个排骨香肠啊，它是个麻辣口味，你要想吃中辣的呢，好，你就拿来直接蒸，蒸一个小时左右，它是中辣；煮它一个小时，它就微辣。具体的口味根据你来决定，反正一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开干了，不需要动刀，也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。巴不巴适的板，你上一坨噻。